千职位反应踊跃。盛眼光百威盛杨威周日两项一级赛。喂，莫家硬开厂啊！喂，开厂啦！喂，同我讲嘢啊，唔跟大声啊，不过对耳好似真的有啲问题咁。自从星期日同你去完女王杯之后咧，就搞到咁啦，等佢哋嗰把难听嘅尖叫声，搞到我震穿个耳膜。喂，你咪赖得就赖喎！咩赖啊？有片为证嘅，自己睇下。我赖，终于嚟到女王杯同埋冠军嘅理赛嘅大日子啦 ！Crystal， 你带咗啲咩打气道具嚟到支持港队马呢？先唔系大声公咯，我啊弱质纤纤啊，点够呢度咁多其他马迷啊大声啊？我啊有咗佢就可以帮港队马增加声势啊嘛，咁你咧？嗯，就是他们了。蛤？打氣？冇錯，三件本地姜戒指一齊，代表住個莫吉鑑永遠同呢三匹焦點勁馬喺埋一齊，永遠支持他哋噶。Yeah！ 都算你講得通嘅。喂，賽事就快開始啦喎，仲唔快啲一齊打氣？好啊，港隊馬！加油！耶！呢日率先上演嘅冠軍一哩賽，就由蔡若翰嘅盛眼光力壓再領風騷，勇奪冠軍為港爭光。呢次亦係盛眼光首次贏國際一級賽添。至于另一项重头戏爱比标女王杯入面，英国代表百威盛凭后劲勇夺冠军宝座，而港队爆冷就获得第二名。仲唔系你啲尖叫声搞到只耳仔咁样？唉，你知啦，做主持听到嘢好扎使噶嘛？边有咁易啫？不如你转行啊！呢个时势咩人容易转啊？你个头啊？唔系啊，你睇下前面。哇，咁光威！系啊，希望之光嘛。上星期六马会逆市招聘，场面不知几咁热闹啊，大把机会啦。但我系唔会转行噶。咦，谢仔好似冇翻事噃。上星期六马会喺天水围举行嘅香港赛马会招聘博览2009，招聘1500名全职同兼职员工，反应好热烈啊！一共吸引咗过万人到场面试。今次马会喺全球经济下滑、香港面临严峻挑战嘅时候，提供就业机会同职能培训，确实系造福人群啊！马会致力造福人群，而我哋 RE 咧就致力造福马迷啊！咁所以经常有好多咧有奖问答游戏，就系送礼物益大家噶。冇错啦，就好似啱啱举行完嘅星尾追踪女王杯有奖游戏咁啊！喺今集节目尾声咧就会公布得奖名单噶啦。咁多位得奖者稍后就会有专人联络我哋咧领取一套三件嘅本地姜打气贴，大家咧系要亲身嚟到领取噶，不设邮寄噶。冇错，下集再见，拜。